主持人，这个各位贵宾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这个我有看过福全兄的册吼，啊有三部分，就是讲伊这个独立运动，啊加去这个联合国的代志，啊加做日本的外交。我咧讲，那对这个独立运动者，我无得较了解。所以我无伫遐讲独立运动这部分就好，啊，即对这个外交，甲联合国，甲互别人去讲。即、这个我有出版一本册，叫做《古代文》，迄、这个原稿我有寄予真侪人看。即、这个我要寄即个原稿予潘明敏教授看时吼，我咧讲下迄内底有需要潘先生看了。也无爽快，就是讲我台湾人上尊敬的是高宗的牧师，第二尊敬的是罗传。啊，我咧讲啊，平民民来看了这本册，讲啊，恁白说白第几个？所以我从啊，这是有人甲我提醒哦，我先从啊抬抬起来，是啊，所以直接会使讲福传是我台湾人中间吼。除去高牧师以外，上尊敬的人。我交福全兄的熟识，除非讲关安岭啦、啥物台东以外，还佫靠一个私人的关系。就是讲，伊伫日本要搬来美国的时，有人讲，因迄囡仔拢去读美国学校，毋正读册啦。所以讲要返来美国的时吼，段永杰是叫我来找亲，足好。诶，这个学校，互因这两个囝会当去读。这个 Short Hills 就是王永庆伊死伫遐迄阵吼，迄是美国第四号夜的阵啦。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校吼，拢地方家己收税去办的，所以迄阵好夜就是迄间啊，伊遐个学校。啊！我从啊去，伊要转来，我伊讲伊较注重囡仔教育，我来从啊去遐甲找厝要吼，我买的吼，找几落间。伊第一间看起来吼，伊讲会介意间，伊无爱去伊别位看。啊，因太太亲婚一直讲，啊，你迄吴老家去甲咱介绍几落间，嘛去咧看一个买啊咧吼。啊，伊讲要看你家己去看。伊看第一间介意，伊就无要看。结果亲阮吼，怎啊交阮太太去看其他人无遐个吼，煞换阮迄个囡仔吼，看一间厝讲游泳池，讲要去买。啊，所以拄啊讲迄几日啊吼，把迄部落啊买物件，好全买一间，啊我啊买一间。啊，阮迄个囡仔甲阮太太讲爱买一间。我甲人交阮太太问一句话，你敢有钱通买？因为阮拢毋捌咧管钱，也毋知影讲存偌济钱。阮太太讲有钱通买，啊，所以怎啊买一间？啊，阮怎啊两口子吼变厝边啦？啊，所以到我要等迄是1980年代时，到尾我等来美国的时候，即、這个迄等来台湾，即、這個、我一礼拜拢去因厝不能变。我咧讲，无人出版，我来去遐，伊摕转来，啊，我来去遐摕个吼。起码有咧讲，即个较重要是台独。即台独复传吼，伫即个台独的历史复传叛乱的角色，要无充分落写。即个复传吼，是串联美国甲即日本的台独的组织，因为阮伫。日本这台独组织，我也无啥知，啊，所以福全，伊去日本读册了，才来美国。伊伫遐住三冬吼，较知影这日本的台独组织。即嘛毋是干呐串联美国甲日本吼，伊阁串联陈毅德因迄前辈，啊，甲阮这学生啊，这后辈，这足重要。迄陈毅德吼。做啊到尾啊，实在是我那真烂，因为读册啊读啊遐尼久吼，
所以就是阮这少年的接起来，即个从咱伫美国的即个大运动吼，佮一个新的气象，甲吼气势，啊，这才是罗传伫这点串联足大的即个角色，串联美国甲日本，甲串联伫美国的老辈，甲少年辈，我从咱咧钓。菜鸟在钓，啊，这菜鸟在干啊？哦，这是放出来的吼。周秀平，哦，周秀平是无串联美国，带日本，对啦，伫美国嘛嘿。好啊，这是放出来对独立运动吼，一切的贡献。即马阁办这个功能部。是迄个讲办报纸是了钱，迄是功能部是了钱了啊！拄啊因两个按我的毅力，到我转去过迄个功能部过起来。所以因两个吼，前分是咧做这个阿里米水电部，啊后转是咧写文章。所以因两个去请这个功能部，请足部的吼，那功能部会当继续。这个发言，哎，像那灿龙在做主席咯，灿龙啊，讲了讲到，啊，钱拢是这个啦，所以是艰难困苦的事哦，这个钱阮我哪有家己出钱，才是我那真甘心啦。啊，这个功能部吼，特别提起一件，就是迄个杜祖敏。来各功能部四家关系吼，以前啊国民党是讲，伊甲咱各功能部，咱就贫与不灭嘛。因为国民党要请偌济律师嘛有得请，但是咱若要去请一个律师，有法通甲伊对抗的吼，咱就半破产。所以拄啊有迄乱世克啦，请司法部部长哦，罗大不平，免钱义务，甲咱辩论。啊，从啊，伫这个，这是一恐八四年发生的，1984年，啊，这个1985年吼，咱从啊拍赢巴西啦，所以这真真重要。这个咱的输去吼，功能部都搁为这个拖倒的。即马我先出一个，这个克拉克吼。8月20日要来看阿扁，这是咱甲拜托，写起阿扁也家己主动下去的。啊，这个8月21日就是拜二，想要多办一个忏悔，要欢迎啊，感谢讲对台湾人的支持吼。所以大家呐，准备来呾做伙来参加。啊，这个克拉克伫起这个功能部以外，这个1986年。在柯信良要回来时，伊做柯信良的团长，换柯信良去到菲律宾，啊，伊袂当入来，互柯信良当单独入来桃园，才发生桃园机场劫机的这个事件。这个1991年，这个公投大游行吼，伊也来甲咱应答。迄阵落大雨吼，讲要提雨衣要穿，伊无爱穿。结果咱拢也唔敢穿，规个拢压压当当个。啊，伊又甲遐警驻马迄边个警察讲，讲叫因穿防个，过来叫咱入面吃做伙。啊，即、這个五年总统个选举个时吼，咱有经过伊去请卡特，要来即个台湾参选。啊，即、這個、卡特讲即个重要。诶，这个政党诶，候选人就这三个爱联名来邀请伊到要来，结果骂伊讲伊无要连署，所以卡特当袂当。所以这个卡，这个阮伊克拉是对咱台湾人真哦真照顾。这个普通议员咱拢爱甲模范，每选举是，但是咱拢毋捌去甲这个阮伊克拉。去甲伊模范，甲伊支持啥物？这是对这个功能部，还佫一个吼，这个福传人处，这个足侪人客，真正有人客。这因为阮太太较孤单，
人客，我来这四个人客足少。啊，请问哦，真侪台湾的人客拢去关的，包括阿扁的太太，请问咱对无？对应啦。啊，我会记阿扁的太太讲，伊在台湾吼，伊要不到分心出国，啊，台湾，啊，真正下面分心出国，这种交朋友。所以这是这个福传。这个书院，一个一个这个伊的主席的代表，迄阵阿扁也无继续请伊做主席的代表，我有甲阿扁讲，我甲讲这足无差，福传哦，即使你无心水吼，讲叫为台湾拍拼吼，伊拼啊无名无日，伊嘛拼吼，所以我有甲建议讲，无怎啊去来做驻美国。的代表嘛，非常适当嘛。啊，这个阿扁吼，对台湾的贡献，就是以后搁再接近八党，这八党啊，许国民党搁在部吼，无得台湾早就翘去，搁给伊八党。啊，但是伊去驻美的代表，去请邓建仁，啊，加迄个李大伟。这是足荒废台湾伫美国的这个外交，这点阿扁吼本来足大一件，所以阵我有咧甲讲，迄、那个李大伟爱甲换掉，啊换掉咱内底有足起来，哦从福传要去遐做，嘛真适当，所以这个阿扁家己的食材。啊，我可能我来讲一下，十二分啦。迄个我讲一个，就叫做这本册吼，我有看，写了真平实，真平实吼。袂讲有诶册，事实拢有对，啊，迄语气啊，啥物吼，拢写啊真平实。所以讲这本册才是心中推荐。好，大家去看，好，多谢。啊，对啊，对，迄个罗传先生吼，讲的话，因两个足实在啦吼，所以讲。你比国家少两千块。所以讲，像尊敬的那个罗传先生。啊，阿姨啊，讲对，因两个家庭吼的代志吼，啊，来到伊当时新的规定。内底福传先生会出力的问题吼，啊，以及讲大赛应该爱罗传这种人来做啊对啦，所以注意大赛，如果迄当时用台湾即个出身的人吼，啊，伫美国有经验来做，啥物来做拢比即马迄当时迄两位较好啦吼，迄当时即蔡李伟大哥讲的话。